我有一个心上人，他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。真的？他就是我暑假碰到的那个男生。我雨里邂逅的，楼梯间遇到的都是张路让。苏仔仔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像中邪了吗？那又怎么？我趁这个机会跟他表白怎么样？好巧啊！我觉得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。首先，改变你的说话方式，软一点，嗲一点，撒撒娇。200个月大的小朋友，你会哄吗？怎么哄？我教你啊！我在在啦。我让让了。制造身体接触，不小心跌进他的怀里。哎呦！苏大大，嗯，正常的。如果这些实在都不行，要使出杀手锏。咱俩呢，这叫缘分，走不掉的。我只是感觉你凑过来了，所以就没忍住。没忍住什么？轻薄你。所以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？我觉得可以。青春的迷人之处，从来不是得偿所愿，而是每一个意料之外的。